个人吃三个人的量，哦，真够干净，这盘子都能见底的。军部的人呢？吃饱了都去休息了。来人呐！到。给军部发电。是。查一下军部周参座来此地的启程时间。是。来盒火柴。给钱。老马，有根是你，你怎么穿成这样了？我慢慢跟你说。好，来，玉梅。长官，咱们跑遍全镇才买足这十几只烧鸡，腿都累断了，想快也快不了呀。少他妈废话，快点。是。哎，这传令兵截获的太及时了，魏政委虎口掏心真是一步险棋啊。不过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。哎，孙秉一有没有察觉到？嗨，别说察觉了，孙秉一看完信之后呀，啥也没说，就好吃好喝的款待我们，还让政委啊回军部替他美言几句呢。政委说了，只要我们一出镇口啊，就安全了一半，然后再上山。事先，政委已经命令二奎带着队伍在大石栗子和我们接头。一旦我们接上头之后，就迅速撤离。那个孙秉义啊，要是发现之后啊，我们的米啊也该下锅了。不过呀，我跟这姓孙的打了很多年交道，我知道他是个什么人。所以呢，你要转告魏政委，一定要小心为上。好的，我会转告魏政委的。啊，对了，老马，政委让我来呀，一是把我们这一次的行动计划告诉你们。二来呢，是看看能不能把上一次一直没有运上山的盐也顺道带上。好，如果可行的话，你就带上盐，我们在路口会合。我这就安排。好，那我就先走了，免得政委着急。好。哎呀，这次山上同志啊，终于有东西吃了。这镇口查得这么严，咱们怎么把盐送出去啊？这样，你呀，准备一车聘礼，把盐就藏在车里。明天啊，我亲自送盐出城。可是咱们没有路条啊，这推车带货根本没有可能。我去找段天禄。你怎么又去找段天禄啊？该是用他的时候了。你快点，快点！你干什么去了？你干嘛去了？这么半天？上快点，已经很快了。废什么话，装货！快，快，快！快点，快点！来，小心点，小心。他怎么往这儿来？老三吗？
分量绝对够，交给兄弟们路上。谢了，段副官。贺军部啊，一定要去找我，我要好好的招待你啊。好，那是自然的。来来，快点。孙连长，这次承蒙您盛情款待，我个人非常感谢。你这次缴获物资有功，我代表军座口头嘉奖你一次。好，多谢参座了。啊，参座，你看这一行粮草目标太大，为了安全起见，要不然我让段副官带人送送你。怎么，孙团长，你怀疑我的应战能力？啊，不敢，不敢。哎呀，既然这样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好，以后到军部来找我。天禄，团座，你觉得周参座这个人如何？样子货，真打起来也不行。我不是问你这个。他能把这些功劳都说成他自己的？天禄，马上带一队咱们的人跟上他，如果发现有什么异常举动，马上拦截。为什么呀？我也说不好，就是觉得哪有点不对。你去吧，万一碰上红匪的余孽，你出手相救也算是大功一件。记住要注意隐蔽，不要被他们发现。如果一路平安，咱们背上一个怀疑同僚的罪名，面子上不好看。是，去吧。通缉合是。哎，老马。哎呦，不能玩。看看能不能帮我点事儿。你说。啊，我这是有一批聘礼啊，要运出镇子。那你运呢？我这出镇子不是必须得要出镇子的条吗？您看能不能？我今天事儿特别多，路条的事儿咱回头再说。哎，段德茂，长官，集合完毕，团座交代，离周参座队伍远点，别让他发现。我知道了，出发。哎，团座，您看这事儿，这事儿我记着呢啊，老马。来，快点跟上。九公，你要抄近道，追上老魏，一定要把信送到。嗯，注意，千万不能让段天禄他们发现。嗯，秀英，你要照顾好你爹。放心吧，马掌柜。那我们走了。好，走。玉梅，这样，咱俩上山，和二奎他们接应的部队会合。这次我们有两场仗要打。两场。一场真的，一场假的。马掌柜，你越说我越糊涂了。我现在啊没时间跟你解释，路上再跟你说啊。哎，对了，盐，你不说要带点吗？这次我们要轻装上阵，盐下次有机会再送啊。桂云，你呢在家里一定要打探山上的情况，一有风吹草动马上离开铺子回到娘家，
完了再去省城找组织。记住了。老马，放心吧。军部有没有消息？报告团长，还没有。马上回去，一有消息马上通知我。是。马掌柜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是两场仗啊？老魏他们准备化妆成白狗的，来接收物资跟粮食。我知道，不是已经成功了吗？只成功了一半。一半？对。这孙明义这老狐狸啊，让段天禄他们啊跟踪老魏。啊？哎，如果老魏他们不及时把粮食运到山上，这后果啊不堪设想。那他们后面有尾巴，可不能上山，只能往城里走了。可是省城那些白狗子正在往这儿赶呢。啊？所以老魏他们不及时上山的话，迟早跟这些白狗子就会相遇的，那时候可就惨了。所以我们要打两场仗，赶紧走。哎，吃的时候我可一点都没客气啊。同志们，现在还不是我们高兴的时候。孙秉义虽然没有看出破绽，但是他这个人啊，是谁也不会信的。我估计啊，我们的后面肯定会有追兵。所以大家要保持警戒。好，是，大家保持警戒。电报交给段副官。是。还有，把那个姓周的要给我活着抓回来。是。我就不相信你能逃出我的手心儿。哎呀，爹，你慢点，我都上不去了。没事。爹，你看你以前要是教我射箭打枪的，这会儿我也能帮上你啊。老魏他们来了，看那车。这位有信。真是个好主意。怎么了，政委？果然段天禄在我们后面跟着，观察我们的动静。有根，通知大家原地休息。是，大家原地休息。来，原地休息。这边长官，军部的人都原地休息，咱们怎么办？休息吧，那就原地休息。有动静，一备。马掌柜，玉梅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现在情况紧急，听我命令，我们到山路旁见着魏政委的部队就给我打。啥？打魏政委？对。
同志们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赶快继续前进，来加速前进。又开拔了！快快快快快！集合！快集合！快集合！走！听我命令，枪口抬高一寸，打！大家不要慌，有个啊，是自己人，让大家枪口抬高一寸回击。是，大家枪口抬高一寸回击。真跟湖北碰上了，兄弟们，保护好周三座。多杀红匪，中中有赏。兄弟们，听我说。周三座。是。周三座。姓段的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不说这的红匪都让他们剿灭了吗？怎么还有那么多的红匪啊？你们回去以后一定要汇报，有你们好看的。兄弟们上！上！周三座，我们团座就怕您遭到埋伏，所以让我前来保护。您别慌，您先冲过去，这儿有我们顶着。算了，我回到军部表扬你和你的孙团座的英勇行为。啊，我们正常见。谢谢三座。现在的兄弟们，顶上顶上！好，我们掉头回镇上。同志们，有瞄准了，狠狠地打！拖到树林去。
你们赶紧撤，我来掩护你们。傻子不行，执行命令。马掌柜，这不行，你们先走，我们掩护。我们不能再恋战了，如果段天禄的人上来，我们就很危险。这样，你现在赶紧跟魏政委他们会合去，执行命令。好，等我吧。玉梅姐，啊，这给你。给我？是。这，马掌柜，拿着。嗨。赶紧撤！啊，撤！撤！走走！兄弟们，鸿飞顶不住了，快抓活的！撤！快撤！政委，政委，小高，政委，政委，那个白匪的传令兵被我打死了，啊，马匹也被我们缴获，啊，在他身上搜出一封信。好啊，孙秉义他晚了一步，快撤！是。快点，同志们，动作要快，但也要注意安全啊！玉梅，你带着他们这么走啊！我这么掩护你们，这怎么行啊？执行命令，走吧，走吧，赶紧走。走。喂，姑娘，快走！玉梅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马掌柜，我来看看你。你这不是胡闹呢吗？赶紧走。政委，政委老大，阿奎啊，你怎么回来了？马掌柜让我跟你们会合，由他们引开敌人。你怎么能把他们扔下，让他们掩护我们呢？这样，你把粮食设备运到厂里去。好。刘官到，我们分两路，左右夹击段天禄。是，小高，我，你们几个跟我来。来，一排长，带几个人跟我走，跟我走。老马啊，你们快撤，这里有我们。但是那些粮食呢？粮食设备都已经上山，你们放心，我们两名夹击段天禄不是我们对手，快撤，注意安全。好，因为走，好，注意安全啊。好。鸿飞又从左后方包上来了，师部的周三座已经安全撤离了，要不咱们撤吧。
来了。顺利吗？非常顺利。跟你说呀，这次呀，我们真是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仗，不光把粮食送到山上，而且还把所有的机器设备也抢过来，也顺利送到了山上。但是呢，也出现了小小的意外。什么意外呀？在我们撤退的时候啊，两个白狗子发现了我。这时候两把枪对着我，你知道吗？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谁救了我？谁？玉梅。哎，这玉梅啊，现在真是成熟了。团座，团座，我们任务完成了。人呢？您说的一点也没错，这路上有红匪，让埋伏周三座，然后我们拼命抵抗，周三座才逃走的。他没回来？你们真是一群饭桶，一群饭桶！团座，来拿着，老张，来拿着，吃啊，来来来，吃啊，来来来，别停下啊，来烧鸡拿着啊，啊，怎么样？哎呀，来来吃烧鸡，吃烧鸡，平时不能吃，赶紧吃，吃吃吃，吃点鸡啊！哎呀，拿着拿着拿着，嘴都别停下，嘴都别停下，赶紧吃。这段天路请客，咱们谁也不客气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哎呀，多吃啊！拿着拿着，来拿着拿着，来来，今天我保证。来，后边后边，来再给我来一碗。来来来，哥子，来来拿着，放心喝吧，就喝一大桶都行。一桶，我才不上你的当了，我姓朱，哎，那你也不能把我当猪养啊！大家就把朱会长当猪养也没事。行行，老张，行行行。来来，赶紧吃，赶紧吃啊！来来来来，各位同志们，拿着，咱们这粮食是已经劫回来了啊，设备呢也齐全了，看我干嘛呀？吃啊！真是的，你们呀，一定得使劲着吃，可劲着吃，把自个儿啊吃得饱饱的，多造枪炮和子弹，哎，给大部队送去，让他们呀多多的消灭敌人，这才对得起我们饱饱的肚皮，是不是？这次啊，我们配合魏政委啊，在这次劫粮的行动中啊，取得了胜利。我得表扬一下，特别是九公啊，还有秀英，是因为他们呀、啊、及时把信给送到。哎，这次啊，粮食终于运出去了，我这心呐、啊、也就踏实了。嗯，今天晚上我得给自己烫壶老酒，好好慰劳慰劳自己。嗯，自打知道山上同志没粮食吃啊，我是滴酒未沾呐。好啊，说什么呢？哦哦哦，我听见，我听见。我今天啊，得特别说说玉梅。玉梅在这次行动中啊，亲手打死了两个白狗。哦，真的，玉梅。玉梅，说说，快讲讲。真的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就那两个白狗子，他们刚一发现是马掌柜的，哎，我一想，我不能把马掌柜给暴露呀，我啪啪两下就把他们给撂翻了，我都没想到打得那么准，太带劲了。玉梅，啊，但你想过没有？如果我牺牲了，交通站还在；如果你也牺牲了，那我们交通站就瘫痪了，以后谁给上面送情报呢？可是马掌柜，你要是牺牲了，我们的工作还怎么继续呀？对呀，马掌柜，您就是我们这群人的主心骨，你在我们是条龙，你要不在啊，我们就是没头的泥鳅了。九公，玉梅，现在的时局啊非常紧张，我们每个人呢都是一个重要的环节，今后我们的工作会非常艰难的，所以呢，我希望大家今后一定要听从命令，听指挥。玉梅，你得枪带了。你看，放心吧，
这个枪会一直在我身边，我在，枪就在。把枪给我。嗯。这样，我呢先替你保管着。马掌柜，那怎么行呢？这个是二指挥给我的。青梅，你想过没有？这次行动以后，段天禄他们的盘查会更加严格。如果你随身带着枪，万一被他们查出来，那不就暴露了？你放心，该用的时候我自然会给你的。好吧。不过，你是暂时替我保管，等有任务的时候，你可一定得给我。我会的。我们这次行动呢，等于啊，戳了这个孙秉义心窝子一刀。我想啊，下面他一定会报复的，所以我们再开会的时候，大家一定要注意。我们下一步的工作，就是要把盐送上山。哎，同志们，虽然我们这次战斗取得了胜利，但是可以说是危险重重。要不是老马、玉梅、九公他们冒死送信，可以说后果不堪设想。当然，同志们的斗争精神是应该肯定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也发现了一些问题。我要批评二奎同志，作为保卫科的科长，你怎么可以把阻击段天禄的任务让地方同志来完成？你知道老马的重要性吗？地下交通站就是我们的眼睛耳朵，没有他们，我们怎么跟群众联系？要是老马有个三长两短，你十个二奎也换不回一个老马。马家辉，马家辉，马家辉，不就一个地下交通站的站长吗？连枪都没摸过几回的人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比我能耐，比我能耐，我比他能耐，能耐。不是我说你，政委说你两句，你怎么耍这样的态度？老赵，别人不知道，你还不知道吗？我朱二奎打小就跟着毛委员，闹秋收起义，上井冈山，哪次打仗不是我冲在前头？我怕过死吗？要不是组织上的决定，你以为我会到兵工厂来干保卫工作？在这个鬼地方，他有劲都使不出来，哪有以前在主力部队是痛快？二奎啊，我比你长几岁，你听我说一句。老罗以前说过，咱们兵工厂的重要性要比得上一个军，没有咱们的生产，前方的战士拿什么去打敌人？你还记得一二次反围剿的时候吗？咱们的好多同志只能拿着梭镖和竹枪跟敌人拼杀，你希望咱们的战士永远拿着这种武器吗？你是个老同志了，你这种态度让其他同志看见了，影响多不好。回去吧，老魏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同志们，从我们抓到的敌人传令兵那里得到了确切的消息，苏区的主力红军已经全部撤退，整个根据地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。从我们上次成功的夺粮以后，和老马他们一直没有联系上，不知道上级对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怎么安排。现在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。这位，我们的大部队虽然走了，可是我们还在啊。我看咱们把机器埋了，去打游击，
对，打游击，反正咱们有武器弹药。对啊，正规，牵制住一部分敌人，我们还是可以办到的呀。对，打游击，对，打游击，政委，去打游击吧。政委，你看，我们每消灭一个敌人，也算是为大部队减轻一份危险。大家不要激动，坐。机器不能买，生产更不能停，因为没有上级的指示，我们不能怎么做。我觉得眼下我们抓紧兵工厂的生产，比上山打游击它的作用会更大。可是政委，我们生产出来那给谁用啊？虽然红军的主力不在了，但是我们的斗争还要继续。我们有游击队，我们可以用我们制造的武器去武装广大的人民群众，让每一个人都拿起枪跟反动派做斗争，让敌人吃不香睡不好。同志们，虽然现在的局势对我们很不利，但是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就是一颗革命的种子，只要有机会就要生根开花。虽然革命的形势进入低谷，但是我们的革命信仰不能改变，越是艰苦我们越是要坚持斗争。我支持老魏的意见，一切还是要等待上级的命令。还有什么意见吗？那就这样，散会。饭桶，我就想喝点稀的，你看你给我做的是什么啊？你能不能给我做点烂的啊？我牙疼啊！去把军医给我叫来。找我啊！哎呀，段大夫，找我啊！我还是跟您说这个关于那个路条的事。就这事儿，不好办啊！哎呀，你看看，我这个小买卖啊，好容易碰着了一个大生意，你就帮帮忙。哎，老马呀，我说你找我，除了这事儿，就没别事儿。哎呦，你说说什么事儿？有比赚钱更重要啊！喝酒去，我请客。别别别，还是我请。走吧，走走走走走，来，走一个吧。哎，老马呀，嗯，我跟你说啊，这路条啊，我可不敢给你开了。按说咱俩的关系啊，这开路条是小事儿，我跟我们团座说一说准行。是啊，可是我现在没法去，他最近啊上火了，牙也疼，什么都吃不下去。他到底是上的什么火呀？前一段时间我们缴获了一批红匪的兵工厂工具和粮食，可是没想到前两天又被红军劫去了。这不军部知道件事儿吗？就给我们团做一个停职留用的处分。我们团队正上着火呢。有这么严重？我们团做呀，在我眼里都看起来那是个聪明人。嗯，行事啊又谨慎，可没想到又出来一个可比他更厉害的人。所以有机会啊，我还真想看一看那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。是，嗯，来来，喝两杯。来来来来，
这怎么浑身酒气呀、啊？你喝酒了？本来啊是找段天禄想同他弄个出门条，可没想到这家伙呀拉着我去酒馆喝酒，又把弄出门条的事儿啊推给孙殿义了。哎，这段天禄啊现在也学聪明了哈，他自己不想担的事儿就推给孙秉一，他知道啊你不会去找孙秉一啊，所以啊这样他也不得罪你。谁说我不可能去找孙秉一？老马，你疯了？你去找孙秉一，这不是明摆着让他怀疑你吗？我不是直接管他要路条。这个孙秉一粮食被劫啊，他被刘志查看了，这一着急上火，这个牙疼犯了。我呢，想帮帮他。热的水，伤。